张儿怕是已经到了阿柴族了，此事可是你让他向朕求旨的。昔儿征战沙场，战儿难道不该为陛下分忧？战儿此去是替太子求亲，朕不想横生枝节。只是战儿只有一个侧妃，膝下无子，臣妾也是担心。那是因为你心里糊涂，所幸战儿的心里明白。想想你入宫以来，你们殷家的荣宠一分都不曾少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不过是后宫的一个贵妃而已。战儿的心思我比陛下更清楚，他只是不愿卷入朝廷纷争，可殷家就盼着他和希儿了。战王自幼得娘娘教导，志气无双，一定不会让娘娘失望的。战儿若能替代元昊，与阿柴族结下这门亲事，为日后殷家在朝廷权势上增加胜算，我即刻修书一封，你派人速送希儿，让她务必助战儿一臂之力。